咁啊，尋日政府咧就放出咗一個方案啦。咁佢就係話喺未來每一個家庭，如果你需要抌垃圾嘅話咧，都必須要購買一個垃圾袋嘅。咁而垃圾袋嘅 size 咧係由3公升至到100公升不等嘅。咁嘅價錢即係每一個膠袋嘅價錢咧係由3毫子至到11蚊不等嘅。咁如果以30日每日買一個膠袋嚟計咧，你購買膠袋嘅費用係要9蚊至到最多嘅330蚊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政府放出嚟嘅方案。咁我哋喺呢度啦，都好希望收集大家嘅意見。咁啊，等我哋可以將呢個意見直接經阿陸頌雄議員咧，就翻翻去立法會嘅議會入邊，咁啊講俾政府聽。到底大家是支持定是反對定是有其他的意見。如果各位對這個垃圾徵費是有任何的意見的話都可以講一講的。有哪位想講的？會不會減差餉啊？兩件事跟黃錦青的講法沒有關係的，跟減差餉。不過你覺得垃圾徵費之後你覺得要減些差餉平衡回，是不是這樣的意思？好，那我們都避過案了這個意見。其他人呢，即我想問一個很聚焦的問題。垃圾徵費的目的呢，其實就政府就不是說想收那一個幾毫的，說真的，我剛才都說了，政府有9000多億那個財政儲備，就希望透過一個呢要徵費呢，令到大家呢扔少些垃圾，不要那麼浪費，令到堆填區壓力沒那麼大，因為環保一點。我想問一下大家，你覺得這個方法能不能夠令到人扔少了垃圾，不要那麼浪費呢？不行，這個是政策的目的的。大家想，我隨便我做個簡單民意調查，10多-20個人，如果覺得用垃圾袋去收錢是會令到人扔少些垃圾的，即是成功的這個方法，請舉手。沒什麼。如果覺得收個一個幾毫，啲人都係咁抌噶啦，要抌嘅都係要抌噶啦，冇影響嘅，即係幫助唔到減少垃圾嘅，又可以舉舉手啊。哦，都比較多係覺得呢一招係冇乜用嘅。我同大家諗法都幾似嘅。老實講，要令到減排咧，你收人一個幾毫咧，就係未必有效嘅。係嘛？佢有香港人啊，即係當然都有啲好節儉、好環保啦。但有些人是比較是浪費的種生活習慣，他不會因為爭我他浪費得就只不過有些錢的，是不是老實實是吧？那有些錢的話他真的不介意的，一個幾毫的，一兩蚊的，是吧？反正一人給多一兩蚊，至多兩三蚊，我不省住過一兩蚊去說垃圾收了，即是算到盡的嘛，不會的嘛那些人。那所以我覺得對那些人沒什麼阻嚇力，反而是呢會令到哪一些的問題呢，就是真的是一些很基層的、很窮的，即算住一個幾毫，他可能呢就用其他方法扔垃圾，求其找些袋啊，之後不知塞了去後巷啊，諸如此類，是吧？當然都是屬於沒有公德心，但呢是啦，沒錯啦，就製造了一些新問題。我覺得這個垃圾的減排方案呢都相當垃圾的，可以這樣說，本身都是相當垃圾的，我們又覺得是不切實際，亦都令到清潔工人呢多了嘢做，同埋難做了嘅。洗車啊喂！同埋點樣執法呢？有問題嘅喎，如果佢有個人有啲街邊嘅啊，就啲垃圾桶啦。我攞個求其嘅超市嘅袋載垃圾，我擺喺度。喂，你唔通揾人日日企喺度拉我咩？係咪先？即係好難執法嘅，其實係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其實減排係要嘅，無論係氣體嘅減排又好，固體廢物嘅減排都好，係要嘅。垃圾堆填區嘅壓力係真係大嘅。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好方法咧？我相信黃錦星咧，佢真係要諗諗啦，真係要諗嚇。可以咁樣嘅，即係咧，其實可以咁樣嘅。嗱，本身我哋咪講緊。他想減排啊，或者怎樣的嘛，其實會不會在另一方面去想，如果一個環保方面去想，譬如多些回收箱，收回一些汽水罐啊，收回多些不用的紙啊，
咁嗱，譬如依家我唔知伯伯嗰啲佢哋執汽水罐嗰啲幾多錢一個啊，或者點樣啊？好啦，如果你能夠話譬如打個譬如咁講，喂，我兩毫子幫你收翻一個汽水罐，咁係咪變咗呢方面咁樣去做嘅話，係咪仲更加好咧？你唔會冇資源去做啊？第一樣嘢，政府咁多錢係咪先？第二樣嘢就係話，如果啲紙皮啊或者嗰啲嘢係多啲即係多啲。佢俾少少嗰啲叫做咩啊？嗰啲我哋咪嗰啲中小企嗰啲咧，其實佢可以當係一個中小企形式撥款俾人去開依啲環保回收嘅，即係let's say收汽水罐、收紙張或者收翻啲玻璃廢料咁樣去做嘅話咧，咁係咪對於佢整嗰啲即係唔好介意講出口啊？即係佢整嗰啲冇乜違違嗰啲。咩膠袋徵費嗰啲咧，即係多 Q 魚嗰啲嘢咧，就係咪仲更加好咧？會係冇錯，呢個膠袋徵費咧就即係垃圾橋同埋膠橋嚟嘅，係嚇。咁啊，你頭先都有方法嚟嘅，即係支持啲環保回收業，為佢哋提供啲誘因啊，或者津貼啊等等。咁咧，等咧多啲人做環保回收。咁但係呢樣嘢咧，都要注意一點嘅。一定要確保咧，嗰啲人咧攞完個津貼，做完個回收，真係攞去回收廠喎。因為咧，係冇錯。登記譬如你政府登記咗邊幾間係攞咗你嘅，咁你去指定政府咁大間噶嘛，咁你政府可以指定佢一定要去攞幾間回收，咁啊。同埋咧，計嗰條數咧，一定要令到人哋咧有利可圖嘅。因為譬如舉例子咧，就曾經。前幾年有啲經驗咧，就係啲人攞完個津貼，收咗一紮膠樽，但係咧佢攞埋個津貼再攞去回收咧，蝕本。咁啊點樣做咧？直接倒去堆填區都係有咁嘅例子嘅，有揭發過嘅。所以咪就係話你一定要咁，所以個監察啦、同係冇錯，你一定要有個成個配套俾佢，佢賺到錢啦。咁即係唔好話多啊，你要令到啲回收商有利可圖咯。你當你一噸咁先計啦，你一噸一人100蚊嘅話，我哋一個月都多30000啦。同埋咧，佢嗰個津貼咧要睇住個市場價嘅，因為咧嗰啲無論係廢紙又好啊，廢樽又好啊，廢膠都好咧，其實個價格係經常都有波動。海鮮價咯。係啦，有時會跌嘅。所以你咪要劃一，即係如果你係啊，即係譬如你劃一翻。铝质嘅嘢几多钱？纸张嘅嘢几多钱？玻璃樽嘅嘢几多钱？一个 standard 嘅 price 俾咗佢哋，咁佢哋咪自己识去做，咁咪有利。其实外国咧都系咁嘅概念嘅，利用咧津贴回收业咧。環保回收業咧，作為去處理垃圾嘅方法嚟嘅，因為就算你垃圾攞去燒咧，其實燒都係成本嚟嘅，包括係一個錢嘅成本，同埋咧環境污染啊，你個社會代價嘅成本。咁嗱，呢個垃圾徵費咧，我相信都有幾個月係時間去諮詢嘅。咁啊，今日好反應好快啦嚇，兩位社區幹事咁啊都即場咧就做緊個諮詢。咁我哋嚟緊咧都會繼續咧就住啲社會嘅重點嘅議題。都會向大家諮詢嘅。咁啊，今晚咧嘅居民大會就睇下大家有冇最後嘅問題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就今晚嘅居民大會就到此為止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多謝大家嘅上面出席。嚇，啲燈隨時可以保持聯絡啊！你有冇我卡片啊？俾張卡。